盘点明星被作业支配的名场面，宋祖儿前脚刚走完红毯，后脚就被问论文写完了没？还没写完呢，明天该交了。突然想起吴磊也是一个班的，你论文写了吗？三个，形体一个，表演一个，台词一个，三个。对，台词三千字。作业这种东西怎么能只让我一人痛苦呢？不过活动之后还得回酒店里疯狂码字，在那之后吴磊想忘写作业那也是不可能的。磊磊作业交了吗？磊磊好惨，磊磊作业交了吗？其实这也没啥可丢人的，就连北大保送的撒贝宁论文那也是拖了一年才写完。这个毕业论文就没有时间，整块的时间能够让我去写，所以就那么一拖再拖，拖了一年。而易烊千玺因为学校课业的问题，连颁奖典礼都没能及时赶到。来的路上还挺久的，学习得放第一位呀。秦霄贤被郭德纲抽查背诵，那心虚的小表情都快遮掩不住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后汉三国我没有错，自从桃园三结义，大爷姓刘名备字田荣家，大爷别说，心像一个县广播站的三级播音员。像不像被老师抽查课文的你？周震南对于作业的深刻理解有没有引起你的共鸣？数学作业写完了吗？作业这种东西写得完吗？